林来疯林书豪的高中时代。Hey, sweet and sour pork. 林书豪在波罗阿多高中时长大成人。高一时他只有157公分，但在高三时就已暴涨到182公分。长高之际，他球技也突飞猛进。据说他在场上快到仿佛可以用慢动作看到对手的攻势。但林书豪不只是个篮球选手，他更是个超厉害的学生，不仅编辑校刊，又是参议员办公室的实习生。之前他想要去史丹佛或 UCLA， 但他们不给林书豪奖学金。其他州内的明星篮球大学也拒绝他。但当哈佛对他招手时，他的运气大转。2006年，他赢得州立冠军赛，并奠定他与篮球相连的命运。当他是哈佛人时，会有人注意到他在常春藤的表现吗？